说要一块练个八块腹肌，你要加入他们吗？这我都有了，还需？我爆料，徐凯老师的工作人员在对面扶额，是为什么？他们笑是因为就是我是12块了，跟他们8块是那个。日前，徐凯在直播里被问运动成果，说自己有八块腹肌，结果工作人员在旁边偷笑。徐凯说他们笑是因为自己其实有12块，呵呵，一个敢说，一个敢听。徐凯在直播中说自己有12块腹肌，所以这腹肌是怎么来的？是在羽毛球馆犯傻换来的吗？搜搜，请给我们一个解释，哈哈，被徐凯笑死。徐凯怎么这么有梗？帅哥什么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12块腹肌？网友们也纷纷留言，眼见为实哦，不妨给我们。看看，你敢说，我们敢听，我们还敢信。帅哥说12块就是12块。